哎呦，这楼上干啥呢？又摔盘子又砸碗的，这两口子不打算过了？老三，快过来看热闹！来了，什么热闹？在哪儿呢？喊什么喊？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自己看。快来救我！谁让你吃了？起开！我就吃了，怎么了？你砸我屁股！呸！我踹你了！我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欺负我们家老黑啊？你知道他谁吗？他我哥们儿，你动他一个试试啊？你试试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来了。咱们今天上哪玩去啊？你别废话了，赶紧上来吧。这不是来了吗？你看多少人看咱们啊，这车不但坐得得劲，回头率还高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昨天晚上溜达着玩去了。不是主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把棍子放下，怪瞎狗的。你听我解释，你先别打我啊，等我给你解释。我给你解释。解释个屁。哎呦，你儿子不行啊，还是我儿子厉害啊。胡说，我看我儿子厉害。你干嘛想来偏见了？你说我去你家吧。我去，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他，我就使了一丢丢劲儿啊，这么不堪一击啊。上学了小朋友。哎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？这学习紧张作业多，现在的孩子不容易啊。你可拉倒吧，人家决赛圈98K比我打的都溜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没看出来啊，这小子还是个老六啊。